1980年10月，刘海粟携夫人夏一桥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常州。尽管时令已进入秋季，但是刘海粟如沐春风，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里，以改善中国艺术设施的建议。但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的呼吁只能是一厢情愿。这年秋季，刘海粟欧游作品先后在上海、南京、无锡展出，各界人士均给予高度评价，希望这次展览对国难中唤起国人强毅精神起到帮助作用。国难当头，刘海粟推动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在德国举办的心情更为迫切了。他的这个计划已经在心里预积了许久。回溯刘海粟先生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观摩了一场大型的画展，是由日本人举办的。当时日本靠着强大的经济实力，把这个展览呢包装得非常的精致。但刘海老在看了这个画展的内容以后呢，觉得非常的空泛。他觉得东方的艺术之根应该在中国，从那个时候他就决心要把中国的艺术介绍到西方去。蔡元培大力支持这个计划，并出任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刘海粟是常务委员之一。这时候由于刘海粟和张运士的归来，一度使寄养在别人家的二儿子刘豹感到了温馨。但这好景不长啊，后来就是陈家武参加进来了。陈家武当时对我很好的，我小孩当然不知道他有这个事变了。到后来是他们结婚了，我母亲就退出来了，这我觉得很不理解了，但是没有发言权的那个孩子们。程家和是上海美专的学生会主席，办事果断而且善于交际。刘海粟说，较之一般的女孩子，她是很美的，不仅她的容颜和体型，风度神韵皆美。张运士发现刘海粟已深深地爱上程家和之后，并没有吃惊，相反倒觉得是在预料之中，他主动提出分居。1933年10月27日，程家和带着刘海粟来到南京拜望了父母。第二天他们便举行了婚礼。4个多月后，1934年1月20日，这对新婚夫妇出现在德国柏林的开幕式上。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如期举办，柏林的展览历时15天。我在前年吧，我到德国去有一个展览，刘海粟也有几张作品过去，他们的馆长还说起那次展览，在他们的档案里面都有，当时还留下了17幅作品。应该说刘海粟呢，他不光是一个艺术家，他是还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主义者。法国、荷兰、瑞士、捷克、西班牙等国和莱茵河流域的许多省会城市争相邀请刘海粟前往举办展览。当地报纸评论说，步入展厅觉得徜徉迷离于一浓梦之中，宇宙里竟还有这样更高尚而优美的世界。我们欧洲人及其他一切世强的人应当忏悔顿悟，这样超脱高尚的民族是不可侵侮的。又说刘海粟是一个富于神奇表现力的画家，他捕捉印象的能力很惊人，
画家的精神状态升华到不可思议的明澈之境。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赞叹，这是真的艺术。这年六月，刘海粟还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个人画展，马蒂斯、毕加索等知名画家出席了开幕式，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为画展剪彩。刘海粟展出了油画45幅，中国画80幅，其中油画《西湖之秋》和中国画《3000年蟠桃》被法国国家画院购买收藏。最让刘海粟高兴的是，在英国展览期间，在他40岁生日那天，程家和在伦敦为他生下了一个健康女婴。为了纪念这次画展成功，纪念这次英国之行，他特意为这个和他同日而生的长女取名英伦。为了配合展览，每到一地，刘海粟都要发表演讲。又把中国的那个系统的那个传统的东西对西方做了个介绍啊，从六法呀，从气韵生动啊，从中国那个院体绘画呀，从中国的山水画呀，方方面面的几十个讲座对西方进行那个演讲。这个来讲，在20-30年代里边也只有刘海粟一个人，这些来讲的话，刘海粟的那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他当时这种认识呢，就是想把这个后印象派对艺术的追求和中国画进行一些异质同构的一种关系的比较，他建立一种联系，就是认为我们中国绘画原来最好的传统，它的精髓是和西方现代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他的艺术思想，或者说他的最后的，不管是在中国画上还是在油画上，他的艺术创造，他的立足点都是从这一点去出发的。这一点在当时，甚至在我们50年代，很多人都没有理解。然而回想当年，刘海粟仍感到不无遗憾。他领到的经费本来只是在柏林一处办展览，但他想尽方法在欧洲巡展，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艺术。而催他回国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因此他婉拒了美国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在布拉格展出结束以后，便匆忙踏上了归程。刘海粟的这一遗憾终于得到补偿。1986年4月13日，91岁的刘海粟携夫人夏一桥、小女儿刘婵飞抵巴黎。中午到，他下午就赶着要去埃菲尔铁塔。人家说你这么大年纪再休息一下吧。哎，他怎么也，而且还那边好像还在下飘雪花了，还飘雪花，他不管。他说我要上铁塔。这一次法国政府邀请这位老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访问。刘海粟重新探访那些当年使他激动不已的地方。专程驱车参观梵高故居，亲自将一束鲜花献在梵高墓前。1989年6月，94岁的刘海粟应邀赴德国举办画展。8月，他访问瑞士，在日内瓦，他发表演讲，又一次讲述了中国画六法论。